大家好 ，Welcome to PDD Channel。现在语速化是熊猫团团与月阿基杰克。今天又要来玩我们的 Lucky Bar 的竞速赛跑啦！这一次要来那个，这一次我们要来血池，对不对？因为要针对杰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能，PDD 太扯了。上次杰克真的是太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次他要好好的针对一下了。的啊、我的画面还在烧，还在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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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下去一下，再下去一下，下去冷静一下。对对。然后他这边其实还很精致，你看他做了好多 Lucky Ball 的装饰，然后还有那个、欸、自己拼的这个，而且还有阴影哎、欸。对吧？哎、欸，会出去，会出去，会掉下去哦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边吧。他还有做一个标准这种大厅，好酷哦。嗯，这边是写说哦，他这边有写规则，他说你必须一定要破坏每一个 lucky block， 那其实就是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规则模式就可以了。对。他说不可以 destroy， 哦，不可以去打别人的。哦好哦。对。然后他这边写的，如果有录影的话，要放连结什么的。然后下面是写什么？try and stay in your lane， 然后吃蛋糕，然后不要换那个，不要把难度换成和平，要按一下，不要去移除这个 creator 那个作者的把东西吧？哦、oh, ，这个吗？应该可能是类似的他的头吗？哦，这个是连结、哦、好，那看大家看到了哈、哦，在这里看到了，可以、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选难度，当然是不用讲了 ，hard mode 啊，对不对 ？Choose your color， 耶！哦，等一下选了就看不到外面了 ，OK 了，可以，我们要同时站有没有？有，选好了。哦，他是说如果你没有四个人的话，你就是要在一个加力板丢头颅，我们四个人我们就踩上去就好了。哦，那他是不是有给东西给我们丢啊？有、哦、上面有哦哦，哎、欸，我有石斧一把，有了。然后这里嘞，这边是哦，这边是那个上面有什么？上面有那个，上面就只是装饰品。然后、啊、我们就出来，对啊，我们出来开了。那对，我们先设定重置点吧。好啊，对，重置点先设定，我们设定在前面啊。你们在家里面啊？我在家里面，我想要站在这边上面就好了。我要在家里面。我要在家里面。好了，自己打地的、哦。好，规则一样哦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跑酷都不可以垫方块、因为我看过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我有稍微晃、真的吗？对，不难。所以呢，这次完全不能垫方块，跑酷请用跑的。啊，好哦，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好了，還沒好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嗨，村民你好，正常。哎，你诈骗哦！谁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炸光！哦哟，钻石砖，可是我没有稿子，好可惜。哇，你的，哦，哎呦，不对吧？我拿到钻石了。提啊提！哦，没事，我有事，这个我拿不到。这是猪，南瓜，金苹果，哦，很多的羊毛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都丢掉。等一下，一朵花，太快了，苏丽帕，苏丽帕爆炸了，速度太快了，好多书，经验瓶，哎，我家的村民怎么死掉了吧？好，顺便丢垃圾，书本，你家经验值没吸，我吸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啊！你那边让偷吸，这样不优哦、喔。不要！你们叫我吸什么？不要啦！啊，快死！拜！我熟了。啊，对了，重生点一样可以自己定三次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好。好，回复射还好。我要上去。他进到钻石了。他进哦，这样不行啊。没有啦，苦力吧，赶快报！爆炸了！有，我有很多猪肉可以吃了。你的跑酷的东西怎么直接不见啊？我不知道，刚刚被吃掉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要淹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可恶，钻石砖不见了！不要！哦，好，你好烂哦！我要走了。他自己慢一点，他自己慢一点，太快了！太快了！没有，只有快，可是我机关枪。你什么东西？
TNT 我看到了，哇，是啦，我又回来了，讲什么啦？我又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发现啊，就是他的跑酷旁边没有讲，其实可以直接从旁边走过去，是这样没错啦。可是跳一下嘛，毕竟是他设计的，烂透了啊！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没事 ，OK， 发生什么事啦？不住了，我觉得我要先设第一个重生点了，太快了，我懒得跑跑酷嘛，我懒得跑跑酷，好，继续开，很多鱼，开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继续开，好，什么丑鱼？哎，有很多花朵。有没有吸干净？有没有吸干净？继续一下。我的不要乱吸，我只是还没过去哦。哦，原来你在吸杰克的，懂了。哦，他其实最近很爱吸耶。我不是吸，我明明是吸团团。吸团团好啊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哎呀，好多羊驼。然后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那 press the button， 好，我就不按。好。你为什么不按？因为我觉得按了 按,、啊、按了会没好事啊，按了没好事。他就叫你按了，你就是要按啊。不要，他说我不要按。哇！走遍晚上了，出事了吗？哟呼！他记掉下去了没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有铲子哎 ！TNT！ 哇！我按了，按了怎么了吗？你看到我怎么了吗？哦，你掉下去了，哦，大概知道了。下了啦，哎呀，哦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好烦哦、喔，丢好丢满了，我跟你讲，来你会有报应的哦、喔。哦，不要啦，我你忘记我们今天要针对谁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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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事。那你为什么丢我这？你为什么丢杰克？那为什么丢我这？因为杰克离我好远哦、喔，你可以跨轨道过去丢啊，丢完再回来啊。谁是好累哦、喔？你我就打你打你打你，怎么这都是马？嘿 ，spawn point 了，第二个用掉了。你有两个嘞，太快了吧！哇，炸死我吧！我今天要慢慢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要慢慢来？因为我已经追不上了。为什么啊？你是卡了很多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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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有史莱姆啊，好大只哦！哎呦，我要炸毁别人的东西了。是是 ，OK， 这个怎么跳啦？幸运牛 ，TNT， 谁的谁的神武啦？白痴，白痴，他都去找你了，谢谢你啊，哈基，谢谢你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子啊！阿里亚德呢？凋零怪，谁的谁的？谁的啦？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凋零啊！我马上设第二个重生点了，赶快设一下！我要先重生点，重生点，重生点！啊！又是爆炸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救命啊！不要，不要！木头很重要，感觉要拿。弟弟呢？没有稿子，没有稿子。设一下，嗯。为什么会有杀手兔？谁家的？好像也是我家的。No！ 幸运猪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好，幸运猪怎么了？幸运猪，哎、欸，那个谢谢允月，你刚没有换，我换到了。我没有东西可以换。原来你是没东西可以换。换什么？哎、哦欸，等一下，凋零在打我们呐、啊！等一下，打好打满，尽量打，尽量打。不要啦，干嘛这样？这次什么都没有。好啦，我也有啊。白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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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痴！那里好精彩哦！我全部的武器只有幸运剑，反正幸运剑就不要升级就好了。嘉玲可以啊，嘉玲可以啊。好哦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都开了一个，然后蹦出九个，这瞎毁。哎呦！哇！嗨哈基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为什么啊？凋零不要来！盖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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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慢慢来，我慢慢来。没有用的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有苹果啊。哎、
啊，村民挂了，村民被炸死了，村民死了。你们有需要工作台吗？我不用啊，不用，我身上有，我身上有。阿靖，你到底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啊？嗯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有什么？团里这边，团里少挖一个。哦，没有啦，二选一，二选一的啦，二选一的，二选一的。哦，上面有钻石哎、欸，哪里有钻石？上面有钻石，你不挖啊？给你啊，给你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今天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身上还有一，还有超多嘞。哦、好、啊，哎、欸、，Hero 哎、欸，来偷看一下。哇，云渊是大魔王哎、欸，大坏蛋！什么大魔王？你看看我装备跟你们的装备，大魔王，大魔王，大坏蛋，大坏蛋啊！好，那我们就飞到那个吧，决斗地点吧。好，好、哦，对对对。啊！谁的手是啊？白痴哦！我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的，不好意思。哇、哦！全身充满了力量，我全身充满力量了。OK OK， 满啊！好啊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来，先打 spawn point。这个场地呢，其实是这个原本这个赛道里面只有竞速，它没有 PVP 啊，但是我们就打，顺着就一次弄了这一坨，感谢杰克的帮忙，硬要稍微用一下而已，稍微用一下，很帅、欸，超帅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你有看到打架故意用机眼，就是怕会有像上一次的情形，怕炸的乱七八糟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幸运剑跟幸运弓可以用，但是只能用嘉玲的。对，嘉玲的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升级它。然后呢，这次打架，因为我们选 hard mode 的模式，困难模式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不会回血，我是 UHC 模式，好，不会回自然，我不会自然回血。三条命哦，三条命之后就观察者咯。好，那右边更新了。好啦，大家都领咯，来，三就要观察者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还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嚯！哎，该知道该针对谁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个场地，对，这个场地很危险呢、欸。没人想动哎、欸，没有人敢动，会打到虚空哦。还有弓箭哦，还有弓箭哎、欸，叮叮叮叮，不要再叮，没叮到，叮叮叮，啊，我掉下去了，粉团你怎么掉下去了？掉下去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有个东西没合成。叮，什么东西没合成呢？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明了，就是不想了解，是不是？不想了解为什么？哦，噔噔噔，叮，没叮到，叮，你们都没看到弓啊？你没有、哦？你来让我重生点干什么？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啊啊！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在中间？你们你们可以出人踢啊！你们可以出来打架一下吗？你看，好可怕！你没看到我的装备跟你们的装备比起来差太多了。欸、来来来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你看一下你对他的家，他在干嘛？你们全部都穿钻装，你看我这穿。我当然先保护自己啊！哎、欸，阿纪，做事啊！好，团团走，一起，好好好，哎、啊，那那个雨月就在旁边看哦。不要！不要哈！不要！打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不要！哎秀！哎秀！哎秀！哎耶！哎没事！哎，我自己下去了。他自己走下去了，他自己走下去了，我完全没看到路。欸、你到底要干嘛啦？不要过来，走开！欸、我重生点不见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啊，我们下来就上不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上来就上不去了，你要自己挖。好了，我好了，别射了吗？好，别射了哈，好了，别秀了啦，别秀了，好，别秀了。哇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呦！啊！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。啊！应该丢到自己啊！好痛啊！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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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哦，这个居然连机眼都打掉！我什么都没玩到。对啊，好扯哦！扯半天呢，哈基嗨。
干嘛？哎、欸，走走走走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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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你有 Heroes 哦，你有那个，嘿，嘿，你有 Hero 剑，嘿，嘿，什么鬼剑？哎、欸，你好扯哦！哎，哎呦，而且哈基是有一个很强的药水在吧？哎，太隐身了。哎，对，哎。自杀突击队，我抗火、欸、啊！不要啊！我觉得先打这个好了。不要不要，一刀就死了。我的装备这么烂，怎么会去打我？走开了，走开了！你烧起来了，走开了，走开了！我装备超烂的、欸。耶、yeah! ！哇！他死过了啦，他死完了，他死完了，他死完了啦！你在杀吗？啊！你干嘛？哎、欸！干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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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走！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、呀！被炸死了，在水里呀、啊！后面有水，后面有水！哎哎哎！又断啦！你说不要连砍呐、啊！我是用一般的剑呐、啊！我没有一般的剑呐、啊！好了，准备啦！直接摔死了！哎，闪了已经闪了，我三次了啦！我刚刚放弃性癌就死掉了啦！还要再留一命啦！再试一次啦！再给你命，可是他哈基完全没死过啊！好扯哦，太强了啦！我要报仇啦！哇，所以这个击杀王是哈基啦！我们来中间吧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！要再来就是我们的结果公布啦！首先是我们的竞速王依然是团团，好，我们的击杀王则是换哈基啦！哎呀，太可怕啦！你们的装备啊，装备差距！哎哎，哈基，你那个药水真的是太扯了！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拿到那么多东西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开一个 Lucky Block 开到四个，那个就是一个就小一级吗？哦，你说神坛吗？对，然后四个再开的、哦、又开到一个四个，哇，所以你的幸运方块比别人多很多哎、欸，多很多。我还想还有一个地方是好像是有八个的吧，蹦出八个的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看你刚刚还在万谈说怎么开到那么多，现在有没有没有后悔了？嗯，最慢的那一个，慢工出细活，慢慢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啦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 Lucky Bra 的赛跑跟这个 PVP 要跑酷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点击喜欢按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让我们粉丝团的赞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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